面，重力它就从这儿跑这儿了，重放。跑不动嘛，它这样旋不开嘛。对对 对, 对。太重了，它从这儿跑这儿。这个是啊，那挡着它。这样你要调好，一开始要调好。你跑多了，合格的也跑这儿了。对对。少了吧，那就不行了。老的话，哎。就说从这儿出去就叫重放。就是重金属多的没用。这地方是重金属，是重放。这就是好的了。从这儿跑这儿都是好的。白白的都好，这边跑的都是好，越往外圈越好。哎，对，完了太外圈那沫子，到时候细面的还能走的。它这个中间的可能好，中间的好，这个是外皮的。它这个走完了之后才能到这儿来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再上那里再选一下。这一道东西就是选重矿，没有其他用。你看这那边看的清，好几道，你看这底下还有一道是吧？那往下两层嘛。